对吧？我先教你。找谁啊？我啊，我下去倒杯水。怎么了？画这么好看要见谁啊？不知道啊，这就是没人见也得漂亮吧。下午见。今天天气很好的，我还挺期待来到小屋之后的第一场约会的。你要跟谁约会吗？下午没跟我说呀。不知道我选的他会不会选我，挺期待今天的行程的。毕竟是来小屋的第一场约会，还挺期待的，单独相处会更了解一个人吧。其实等了蛮久的，然后可能身心会有一点疲惫，但是也是蛮紧张和期待。我听到这个声音好紧张呀。起来，我想睡觉了。你要去了吗？我没有。我把杯子放下去。虽然他有掩饰，但是我感觉得到他应该是出去约会在一起啊，在一起之后才会去考虑这些问题。如果结果不是好的，那最起码有一段美好的回忆，对吧？大家挺像的。其实这就非常刷新我的认知，我觉得激起了我对他的探索欲。心情还是蛮愉快的，因为我感觉他应该会选我，然后我也会选他。得知就是我俩就是互选成功的时候，我当时就看那个信息，我又看了一遍，互选成功，说啊，好好好，那他也选了我，内心其实蛮开心的。然后，其实，在去见他的路途当中，其实又是紧张，又是期待，又是惊喜。喜欢什么样男生穿什么样的衣服？这个衣品，就是衣品好的呀。风格有吗？你的就蛮好的。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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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客气。谢谢，你这也很好，嗯，很官方。没，我真没官方。其实我蛮在意男孩子衣品。是的，我很在乎女生的衣品。对。嗯，今天跟你聊的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保留，你觉得？因为我也是一个比较藏不住的人。是吧？我也是。那我俩太像了。对，就很直白那种。你不觉得很好吗？就是挺好的呀。两个人可以很直白。对，他们有问过比较喜欢互补的，还是就是差不多性格的？我说的是差不多的。对，我说我喜欢差不多性格，这样的话两个人会比较轻松一点。对，那我俩其实蛮像。所以我觉得你性格很好，就是笑起来很好看，然后因为我很喜欢笑起来很好看的女生，你也很爱笑，然后也很有趣。可能你昨天没怎么说话，但是你就是后来发现你说那些话，就是这个女孩子挺有意思的。不会觉得我太那啥了吧？太傻了，就有点傻乎乎的。怎么说我说话像蜡笔小新？蜡笔小新？他说我说话像蜡笔小新。真的吗？那你学一个。不会。我就是想是小白。我说怎么那么耳熟？哎，那晚你会做饭对不对？不会。你有想过，比如说我们晚上要做饭，大家每人做一道菜，你拿出你最拿手的一道菜什么吗？我想做的菜的话，就是做贵州菜，但是这边没有卖的。比如说，什么豆米火锅啊，还有地摊火锅，还有酸汤火锅。是。听说了，酸汤火锅，酸汤你知道啊？酸汤牛肉，当然知道，那个是最出名的。哎，其实我晚上可以看看，但是我不知道我做出来好不好吃。就是每次做饭的话，它就是有时候好吃，有时候不好吃。我觉得可以试一下，反正我做的呢，反正能吃，只要你敢吃，我就敢做。行，只要你敢吃，我敢做。只要你敢吃，我也敢做，我也敢吃。只要你敢做，我也敢吃。可以。哎，你是属于就是谈了恋爱之后会在家里面待着，还是说更想着跟朋友出去？我更喜欢在家里待着吧，然后偶尔可能出去吃吃饭、看看电影啥的。虽然我会这样说，我说我倾向于一周见个三次或者两三次，但是真的相处起来，我觉得我会很难忍不住的是对天天黏在一起。热恋期就这样。对，反正就这样。你的热恋期会不会特别短？就是有一些新鲜感的话，可能就三个月啊，几个月就没了。其实，就是我是想定下来的，就是、哦、对。所以说你谈恋爱就会说是想结婚那方面走。说实话是的，因为我是觉得你不为了结婚去谈恋爱，那就是浪费彼此的时间。对，我也是。那你真的是女版的我。是吗？对，是女版的我。那你是男版的我。是女版的我，握个手呗。巧了不？巧了吧？是不是？喜欢一点，我们应该都喜欢。有在这个期间，我们可以拍下来吗？好，做的过程。哇，你好会呀！我看一眼呗。现在把那个浇筑进去。
我们要等它静置。这边的话，视觉稍微近一点，你可以挑选一下自己想要的味道。好呀。这个挺好闻的，嗯，我觉得比我这个好闻。是吗？对，你挑一挑中，那我就选你拿这个。嗯，高级一点的。闻起来高级一点，确实特别一点。嗯，可以。我俩就是在选香薰的瓶子的时候，跟那个选精油的时候，我俩就是选的都是一样的，然后都蛮喜欢的，就感觉挺默契的。我觉得这个会比那几个合适一点。嗯、对，就这几个太花了。太花里胡哨了，就感觉就是我俩接触之后，感觉还是有点不一样。这有点不一样吗？当时我对你是很高冷的，也不说话，就摆了一个比较那种扑克脸。好好好，我是小丑。你说的不是我说的，我赞同。好，很开心，很开心，聊得很开心，聊得很开心，很会聊天，嗯，把手聊死了。这次约会我其实对他最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性格，就昨天我并不是很了解他，那我觉得他可能不怎么喜欢说话，然后接触下来一天，我觉得他非常的有趣，就是包括他说一些方言，以及我们看的共同的电影片段，确实很好笑。左打左抢，宅闯回来。看过那个吗？当然，在贵州拍的，肩膀 AK 在肩膀 Life。对，都是那个味儿。哎呦，这个不同，这个不同，那个有点同了。这就是爱情，这个就是爱情，这个就是爱情。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后面就不说了。老板，那个，请问一下，这边有其他可以做小东西吗？因为可能等的时间会稍微有点久。可以，那我们做一个奶油胶发夹。可以，我这边确实就是，一般就是情侣过来，男生给女生做。那你就你做了。OK， 你觉得这个你的 OK 吗？你选的都行。好，可以。来，帮我扶一下，左边，对。拿捏。你拿捏我了，真度假度，真的，你太厉害了。你告诉我一下你喜欢什么样的，大概，或者我纯猜。嗯，全猜。全猜。嗯，那必须挑个最土的呀，就是那种大红花，必须的，而且贴满大红花。可以。不是你选的，你选的吗？偶像。好。你也喜欢玩这些梗是吧？还好吧，没少上网平时。我就纯靠我自己。 OK， 虽然我是真的不爱做手工的人，但是可能是我比较中意的女生在我旁边，然后在做手工同时我一直在有在聊天，有在了解彼此，然后她一直在开玩笑，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。那你插吧，你插吧，一起插。可以，你直接放上面好。你喜欢？可以啊，这样也不行。哎，你来吧。其实你这个 idea 不错的，就是直接插在这个中间吗？可以。要得。要得。对，你们不是说要得？我说我们是长沙是要得。长沙月亮粑粑。到底做个嗲嗲？嗲嗲出来买菜。到底做个奶奶？不是，你怎么什么都懂啊？你怎么什么都懂啊？我是当地人，我为什么不懂？哦，对。我说咋说的这么标准呢？怎么回事儿？怎么个事儿？我俩就是一直笑嘻嘻的，然后就感觉一直我接的梗他能接得住，他说的梗我也能接得住，挺舒服的一个状态。那在我身边，他有自己的分享欲，愿意去说一些自己的梗，然后我也能接住，然后我说的梗他也能接住，我觉得还蛮配的。差不多了，我觉得。你觉得呢？你别说，听我看看你们。该说不说啊。该说不说，我以为我们两个就纯纯失败，你知道吗？就两个那种两个笨蛋，然后做手工其实还可以，你别说，还可以。
可以，我们拍个视频吧。哇，你这样，这样撒，撒椒盐。对对。这样，这样撒，这样撒。Joking。OK。哎呦，出不去了。我也很遗憾，我也出不去了。我今天选了孙，他没有选我，竟然不选姐，那我也不选你了。所以现在有一点点小赌气吗？对呀、啊，别想让我理你。做什么会让我开心？你一直哄着我，那才行，不然不行。出约会啦？没有啊，你要去约会啦？你猜，我们都不去约会。真假的？概率这么低吗？真的，都不去。太好了。啊，一起玩吧，在房间。走吧，下楼玩吧。那我想换一个漂亮的裙子。老王去约会啦？他不在。哎呀，真好呀，他真好。楼上呢，有人吗？行，出去玩。哦，行，好呀。都不见了。门锁了。哎，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两个。哎。哦，你们也在，我太开心了。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？你在当留守儿童啊？我，对啊。你好可怜啊。你在哪？我美丽就行。行。另外两个女生呢？在房间呢。俩。只有一对出去玩啊。嘿，选了谁？你猜是谁？我肯定猜，你肯定选了小陈。我猜，我是知道你选谁。我选了谁啊？你当然选我朋友了。我选露露。选露露。但是你要想一点，我万一人家选你了，觉得你给他印象很好，然后你选了其他的人。那他就得一个人在这等着。啊、哦，一涵在房间呢。我今天选择露露的原因是因为他在第一天晚上的时候，是他给我发送了这个图文。昨天收到短信了吗？嗯。我发的。我猜到。你猜到了？你为什么猜到了？哇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衣服。反光了。嗯。因为那天只有你一个人穿了白色的衣服，我觉得内心深处可能是有一点这种就是还人情的这种想法吧。我当时知道他选择我说，我其实是，内心有点愧疚的，就是可能就是因为我的一些个人想法会导致他今天没有，约会对象这种。Hello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哎，我们一起坐在一起玩游戏吧。那一涵呢？一涵是不是睡觉了？那一涵呢？你是不是想约他？不是，他好像人不在。他在，睡觉了。不是他刚刚在的。上厕所。有人吗？有人啊，有人呢，他在里面。你现在方便下来吗？哦，好。你选小杰？我不想说。还是 Angela？ 我想留一点悬念。好吧，有人陪的感觉真好，不是一个人坐冷板凳。哦耶！这就是朋友的用处，给你提供充足的情绪价值。本来我可以出去玩的，鬼来了！你就是没有人选你。我要面子的，走开！我要面子的，姐。姐不要面子啊！姐的面子不重要吗？姐的面子重要。好开心，大家都在。我本来以为只有我一个人。
就很值得一猜哈，这个投票就很值得一猜。你可以推理一下。这个可能性太多了，不好推啊，不好推。反正我投票就是因为，就是我对谁最不了解，我就投的谁。其实我知道你们每个人选的是谁，真的？对，你说一下。我预测是 Angela 选的我，我选了露露，露露选的子胜，老王选的小陈，然后老陈选的 Angela。我当时选的那个人是约会对象是 Angela， 我选择了陈柳杰。因为老王他一直跟我表示的态度就是你多去接触一下别人，我也要接触一下别人。我最后选择的约会对象，我选的刘子胜，因为他是湖南人。其实我内心是没有想到 Angela 会选我，其实我觉得他会选择老王会多一些，可能是这么判断的，可能是判断的有点失误。好了，嗨嗨 ，Hello， 没事，不舒服可以穿拖鞋的。我没有不舒服啊。我说你的脚不舒服的话。哦，那必须要美美低位。小王，你选的是 Angela。啊？我。啊，你们为什么突然会聊这个？因为他们一直在讨论。刚在猜，就是谁选的谁。哦。我寻思不知道跟谁玩呢，就选我好兄弟吧。我想着我们俩去吃好吃的，结果他背叛了我。我也选的是 Jace， 但是因为他跟我说他是湖南人，我寻思第一次老乡会没那么尴尬。你怎么想跟你好兄弟出去吃饭呢？你选我了吗？你刚才骗我说你选我了。你怎么知道我没有选你呢？你刚刚说你好有意思啊，这比约会有意思多了，我感觉。对，我觉得挺好玩的。我们做一点事情吧。哎，这儿有50件小事，打卡一个吧，选一个吧。啊，我就选那个最简单的。哪个？日落。日落 ，OK。这个最简单，我就搁那坐着，我就感觉最舒服了。你有带毯子什么的吗？哦，有带。你带个毯子，我们去外面坐会儿。哎，你这个哦，我以为你有什么东西，我要给你弄下来。你要吗？当个粘的。哎，也可以，挺有意思。你要贴一个吗？没有白的吗？好像只有这种金色的感觉。其实我是有想过是跟他单独去聊一聊，但是可能他没听清，或是有什么别的打算吧，就还挺可惜的。哎，那我觉得我们是可以这样的。我们直接两两分组，我们分三个地点，女生选想做的三件事，然后我们男生回避一下，然后到时候啊，我们盲选，哦，可以可以，你们来选三件事吧，我们走了，三件事，一人一个，好了，说一下，选吧，那我就选，我选了，这个简单，这个简单。好了，进来吧。来吧，3、9、4、7和4，你来。最舒服的吧，我选47最舒服的。我选39，和小吴的任意朋友交换一件物品。你来拍照。我不想给你拍照，别给我拍，拍什么照，拍不了一点。你们可以包剪锤，谁先选？重新再来一次。哦不，你们随意，我只是随意。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吧，好吧，来，听命运的安排。来吧，直到剪刀布。哎，反来选吧，嗯。我想看电影。你选看电影？我为什么选择看电影？是因为安吉拉他说今天不大舒服，只是说。选择那种不用大外出的，所以说我选择看电影。我选39，和小吴的任意朋友交换一件物品。那我就变成第四个。来吧，揭晓答案吧。我是拍照。他可能觉得我很累，我不想动，我怎么会去拍照呢？哈哈。
没想到吧？